见识到了吧，这就是神都洛阳。 大理寺素来破案，神速，十天之内查不出真相，提头来见。龙王显灵了，在下狄仁杰，由工部尚书严大人举荐入大理寺任职。大人，神都如今竟然出现了两条龙，换他。如果真的有龙王。 我大唐以后也不用打仗了。大理寺有内鬼。狄仁杰。 狄仁杰听命，本宫任你为钦差大臣，专办神都龙王一案。对上。